我下礼拜三他们要我去演讲嘛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登坛做法？这样好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登坛做法？这样好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登坛做法？这样好。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信仰我们尊重了哈，可是在中常会，中常会是国民党最高的决策机构，在中常会去扯这东西实在是不太好了，会被人家笑话的哈。那所以我也开玩笑，我说那我下礼拜三他们要我去演讲嘛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登坛做法？这样哈，要国按照他们中常委的讲法是国父已经得道成仙了嘛哈，那这样的话我想国父应该也可以帮国民党重新拿回执政权，啊，那另外呢，我也希望孙中山先生哈，啊，能够给党主席，因为他说江主席是什么？什么继承人？依托继承人。既然江主席已经变成孙中山的依托继承人，那江启臣现在既然已经得了这样真传。希望他能够好好整顿中常会，把中常会改得哈，符合党员的期待啊，而不要在中常会里面在官吏乱神乱讲一通啊，实在是有损国民党的形象啊。